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去看看世界上五种最危险并会杀人的树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华夏谈世界。沙河树，它能达到130英尺高，它的树干布满了巨型尖刺，而它的果实貌似迷你南瓜。如果你的眼睛触碰到了它的树叶，眼盲的几率是非常高的。如果捂实它的果实，你的身体将会马上走出抽筋、呕吐和腹泻的反应。当它的果实熟透时，将会转为深褐色并引爆。俄亥俄州的青叶树，这棵树的所有部分都含有能够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化学成分。如果小孩和狗狗吃下或咀嚼这些坚果，将会开始呕吐和腹泻，宠物可能会面临呼吸困难、步伐不稳甚至颤抖的迹象。海棠树，它对不同的哺乳动物来说是有毒的，它的树叶、树根和种子常有在消化过程中会代谢成氰化物的化学物，最大量的化学物在其果实之内，如果其他动物吃下太多的果实，将会很容易死亡。紫砂树，它生长在南亚洲和印度，它的果实成熟时看起来就像小型的芒果，但绝不能吃下这些果实或触碰这棵树。这棵树的一些部分被用来制作除臭剂或杀虫剂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它是有多致命。毒发石榴树，生长于加勒比海和北美洲的热带部分，如果你发现一些标志着红色交叉或是红色圈子的树木，一定要远离它们。它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树，也被称为死亡之树。它们的果实会让咽喉肿起，无法下咽，直至呼吸困难。它的乳白色树叶包含了各种致命的有毒物质，并且由于这些有机物质的水溶性，下雨时在它树下的雨将会变成酸雨，混合树叶的雨水将会使你的皮肤严重灼伤。那小伙伴们看到这里有什么想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并转发哦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